葬送我一家幸福生活的人是我亲生父亲。霍叔叔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其实在我小的时候，他就非常疼我。无论有什么好的东西，他都会先给我。下班回到家以后，在抱霍冰之前，他总是先把我抱起来，笑着说：“你看，两个儿子多沉。”在你心里，从来没有把霍叔叔当做自己的爸爸吧？其实很早之前，我就已经把他当成了我的爸爸。可是后来叔叔告诉我，他跟当年的绑架案有关。我非常痛苦，这么多年的父子感情，一个重新给我温暖的人，怎么可能和绑架案有关？你不该怀疑的，你应该要相信自己的感觉，就像我一样。我不会相信霍斌是杀害胡静的凶手，我也在等一个真相。好了，可儿，我们走吧。青的刀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一定没有恨错人，是他们陷害我哥。哥，我永远都相信你，我永远都相信你。好玩吧。你慢点啊。霍斌，想不到有一天你会变成这样。如果我还跟你在一起，我能接受这样的你吗？我不确定。霍斌。